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指日变频器 ZVF 三百系列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改成外部的启动，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，然后我们把参数 F0.01 改为一，然后确认，返回，然后我们首先打一个正转运行，然后频率50赫兹，停机。反转。